行，我肯定会做得更好。他是给男女化妆最好的化妆师。粉丝福利时间到。那粉丝说我是娱乐圈最会画男明星的化妆师，今天我就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，我横跨半个中国给一个男明星做妆造了一天。听说他今天拍夜戏拍到凌晨4点，现在是早上7点半，又要开工了，到底是谁呢？期待一下吧。准备工作中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拍摄的服装，重点是还有镂空的，又可以露一些胸肌，又可以露腹肌。我主要一会儿主推一下这个，忽悠忽悠他看能不能穿。男明星来喽。摄影师大头老师开始妆发了。我现在眉毛稍微给梳理一下，可能是有一些浓郁感。给眉毛定个型，眼下做一点脸色的过渡，你是不太需要修容的，本来骨相就还很好。你看，就是相当于这次化妆年写真给小猴狠狠上点手段。你会夸你很多吧？他是给男女化妆最好的化妆师。鼓励我。对。行，我肯定会做得更好。你鼓励我做得越好。Nice， 今天的造型呢，主打一个野性张力，又给小猴加了一些眼下腮红，整体发型是非常蓬松亮感的，充满荷尔蒙的成熟魅惑性，特别适合8周年主题。微微敞开的领口配合我给他抓的凌乱的发丝，隔着屏幕都觉得性张力拉满。出道8年，每次见到他呢，都是非常努力创作的状态，他值得更多人的喜欢。终于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的拍摄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帅气，然后我们就下班了。8周年出道快乐，拜拜拜拜。